我很多的时候，其实小春哥说的话，我有一点听不懂。没有，就是香港人说普通话要说得很标准的很少。我跟你说是，但是我能听得懂志玲哥的所有的话。普通话应该理想是最标准的吧？我太标准。哎，他是带着那个北京，谁说的？你平时说话，我平时说话都是普通话。现在他是东北口音。哦，是吗？就现在了，你就一直跟我们讲普通话，不是在你进腔？可以啊，其实我现在已经讲普通话。其实我也可以讲。你不行啊，你从起始已经不行了，起始是不行。